提起，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？没错，就是鹿。那里的野鹿又多又亲人，每年都吸引大批游客前去观光。精明的商人也知道这一点，所以推出了很多与鹿相关的周边。公园附近的一家小吃摊更是脑洞大开，直接开始卖鹿屎冰淇淋。这间名为 David's Ichigo 的小吃摊在网络上爆红。他们推出了一款抹茶口味的冰淇淋，上面有一些巧克力豆，顶端还有一只萌萌的小鹿。抹茶冰淇淋不稀奇，但与巧克力豆的搭配让人浮想联翩，很有视觉冲击感。这一粒粒的巧克力豆，不论是颜色还是形状，都很像鹿的便便啊。David's Ichigo 位于地铁站到公园的路上，推出鹿屎冰淇淋非常应景。吃着鹿屎冰淇淋去公园与鹿亲密接触，真是太圆满啦 Q 的。鹿屎冰淇淋的价格为350日元约新台币100元。还有一款500日元约新台币145元的草莓冰淇淋可供选择。草莓冰淇淋上也有可爱的小鹿，搭配粉色的草莓，少女心十足。